那现在第八个步骤，第八个步骤我们要加入一个加强，把乱流再增加，再加强啊。好，我们在这个乱流，乱流加强。好，那把这两个 layer， 把这两个 layer 点选两个 layer， 然后按 duplicate 这边。爱里面有个 duplicate， 那 duplicate 它会变成两个新的啊、哦。好，那把这个颜色改成 peach 好了，哎，这个颜色很像，用直接用 blue 好了，哦 blue。好，那我们回到 turbulence 这边，我们这时候 turbulence 把它改成size 改成21，然后它的 amount 我们把它增加到250，好。一样哈，那这时候会比较乱一点点的，那会更乱。那一样，这边我们 Luma 就是 Turbulence 2 OK， 好，那这边我们把它这个 Turbulence Transparent 然后把它改成60，那比较模糊一点点。好，那往前挪啊，来到这边的已经是往前挪一点点一样哈、哦，那它两个不一样的模糊了哈、哦。OK， 模糊 OK， 好，那再加强一个一次的乱流哈、哦，这是第八个步骤。